游戏一旦开始便不能结束，以每一个小时为单位，每局出局者都会在一分钟之内因为心脏麻痹而死掉，直到你们找出凶手或者只剩下凶手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是一个游戏吗？我们是同学不是吗？死掉的人都从照片里消失了，上一秒还说说笑笑，下一秒面露杀机。为什么相信我不是？因为我喜欢你。